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L 罗时丰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最新专辑里面《是不是老了》里面的一首《单向人生》。这首歌是用那个 Acoustic 的这种编曲的方式，然后我用很清淡、诚恳的声音来诠释这首歌。那尤其是这个 MV 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创新，它是由吴仲伦导演。带领了他的科技团队，用 3D 的手法，来，花了很大很大的心思，然后做了这一个非常棒、非常有创意的一个 MV。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觉得，哎呦，哎，这不像罗时丰啊，这到底是怎样，有点到什么样怎样之类的。但我觉得这是一张，一个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做法。那希望大家能够接受，喜爱这个单向人生以及他的 MV。才能看淡人生，我们为了生活奔波着，错过多少值得爱的人，不可逆的人生，回不去的旅程，还计较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L 罗时丰。想要听我的最新专辑《是不是老了》，就在银河网络电台，给你最酷的好音乐哦。